两年前开始这个景摊的活动。当初我也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，爱上海洋，所以我就跟王阳明说，哎，有这个想法，我们是不是就是可以用我们的社群媒体，然后也是就是去可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海洋的部分，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去捡垃圾，为什么要环保？来试一下，好，试一下。一、二、三。一、二、三。Ready？ 加油！是来的时候都会得到一些不一样的经验，大的垃圾可能就会绑住在海边这样子，也没有人会去处理，所以也很感动。觉得最主要是在家里，你可能要减少用一次性的塑胶。我知道可能生活上面这些小小的调整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是有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生活真的是很匆忙，所以会忘记，然后做一些生活上面很简单的一些挑战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Vogue 有意识，一起来环保。